今天上冰初体验，我看看，首先肌肉连山的出发了。哎呀，撞车了。对他们还得是不是侧着走吗？对对对，今天咱先上来吧，咱先出溜，咱先单脚这么出溜，出溜到摔倒的天天，咱俩就别碰了。人体冰壶出现了，刘星，可以的，要穿过线了。又撞车了！你看天天，靠脚刹车的天天。明年那个国家冰壶队选拔我来了，没有啊？跨项。云南冰壶队选拔的韩聪。太遭罪了，这个娃。坐一会儿吧。我这已经烧光了，全体内瘫，未完待续了。